报告院会，现在继续开会，进行第十九条之审议，请宣读审查会通过几个修正动议条文。审查会通过第十九条，本会至主任秘书一人，陈主任秘除陈主任委员之命处理会务，并指挥监督所属人员至公众人员若干人办理本会幕僚作业，均就行政院及相关机关人员派监之，各相关机关并应指派专人负责协调联系事宜。本会组织规程由行政院定之。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第十九条，本会至主任秘书一人，陈主任委员之命处理会务，并指挥监督所属人员至公众人员若干人办理本会幕僚作业，各相关机关并应指派专人负责协调联系事宜。为实现本条例之立法目的，于非委员会开会期间，如遇有迫切且应立即处理之事项，主任委员或其指定代理委员的于未逾越本会职权之必要范围内，采取紧急措施。本会组织规程由行政院定之。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第十九条，本会至执行长一人，陈主任委员之命处理会务，并指挥监督所属人员至工作人员若干人办理本会幕僚作业，均就监察院及相关机关人员派监之，各相关机关并应指派专人负责协调联系事宜。本会组织规程由监察院定之。宣读完毕。报告院会，未有委员登记不发言，现在要进行处理第十九条，我们现在要进行表决，请按铃七分钟，并分发表决卡。
报院会现在进行表决，民主进步党党团、时代力量党党团，提议记名投票。那么我们现在表决顺序：一、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二、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三、审查会通过条文。依序进行表决，如果其中有任何一案经表决通过，即不再进行其他提案之表决。现在先进行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之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其委议员声明，对第十八条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第十九条，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案，出席101人，赞成28人，反对70人，弃权3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不通过。现在进行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之表决。赞成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第十九条，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案，出席102人，赞成73人，反对29人，弃权0人，赞成者多数。做以下宣告：第十九条照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通过。陈委员超明声明，对刚才表决与国民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林委员。竞选声明：第六案到第十八案，第二章章名、第三章章名延长开会时间之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现在我们继续进行
请宣读审查会通过几个修正动议条文第二十条。审查会通过第二十条，本会委员依据法律公正独立行使职权，于任期中不得参与政党活动，违反前项规定者，经本会委员会议决议通过后，由行政院院长解除其职务。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第二十条，本会委员因超出党派之外，依据法律公正独立行使职权，于任期中不得参与政党活动，违反前项规定者，经本会委员会议决议通过后，由行政院院长解除其职务。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第二十条，本会委员因依据法律公正独立行使职权，于任期中不得参与政党活动，违反前项规定者，经本会委员会议决议通过后，由监察院院长提起总统解除其职务。宣读完毕。报告院会，未有委员登记发言，我们现在要进行处理第二十条的表决。那么，依照表决顺序，第一，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第二，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第三，审查会通过条文，依序进行表决。如果其中有任何一案经表决通过，即不再进行其他提案之表决。现由民主进步党党团、时代力量党团提案。记名表决。首先，我们来表决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赞成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第二十条，赞成者，经出席103人，赞成29人，反对71人，弃权3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不通过。现在继续表决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赞成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针对第二十条，
民进党党团提出修正动议，出席103人，赞成74人，反对29人，弃权0人。赞成者多数，做以下宣告：第20条照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通过。庄委员瑞雄声明，对刚才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现在处理第21条，请宣读审查会通过及各修正动议条文。审查会通过第21条，本会委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应由行政院院长免除或解除其职务：一、死亡或因罹患疾病之不能执行职务；二、辞职；三、受监护或辅助宣告尚未撤销；四、违法废除职务或其他失职行为；五、因刑事案件受羁押或经起诉。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第21条，本会委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应由行政院院长予以免除或解除其职务：一、死亡或因罹患疾病之不能执行职务；二、辞职；三、受监护或辅助宣告尚未撤销；四、违法废除职务或其他失职行为；五、因刑事案件受羁押或经起诉。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第21条，本会委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应由监察院院长免除或解除其职务：一、死亡或因罹患疾病之不能执行职务；二、辞职；三、受监护或辅助宣告尚未撤销；四、违法废除职务或其他失职行为；五、因刑事案件受羁押或经起诉。宣读完毕。报院会未有委员登记发言，所以现在要进行处理第21条。我们现在进行表决，表决顺序：一、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二、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三、审查会通过条文。依序进行表决，如果其中有任何一案经表决通过，即不再进行其他提案之表决。现在有民主进步党党团、时代力量党团提案要求本案记名表决。首先，表决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赞成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第21条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案，表决结果：出席104人，赞成29人，反对72人，弃权3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不通过。现在我们继续表决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赞成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表决结果：出席104人，赞成75人，反对29人，弃权0人，赞成者多数。我们做以下宣告：第21条照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通过。我们现在继续进行第22条，请宣读审查会通过及修正动议条文。审查会通过第22条，本会委员会议每月举行一次，必要时得召开临时会议，均由主任委员为主席，主任委员不可出席时，由副主任委员代理之，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均不可出席时，由其他委员互推一人为主席。开会时应有全体委员过半数之出席时得开会。议案之表决以出席委员过半数之同意为通过，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一、依第6条规定，所谓之决议应有全体委员1/3以上出席，出席委员过半数同意；二、依第20条第2项规定，所谓之决议应有全体委员1/3以上出席，全体委员1/3以上同意。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第22条。本会委员会议每月至少举行一次，必要时得召开临时会议，均由主任委员为主席，主任委员不可出席时，由副主任委员代理之，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均不可出席时，由其他委员互推一人为主席。开会时应由全体委员过半数之出席使得开会。会议之决议以出席委员过半数之同意为通过，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一、依第6条规定，所谓之决议应有全体委员1/3以上出席，出席委员过半数同意；二、依第20条第2项规定，所谓之决议应有全体委员1/3以上出席，全体委员1/3以上同意。宣读完毕。报员会第22条未有委员登记发言，现在要进行处理。第22条现在进行表决，表决顺序：一、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二、审查会通过条文，依序进行表决。如果其中有任何一案经表决通过，即不再进行其他提案之表决。民主进步党立法院党团提案要求本案记名表决。我们现在首先表决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赞成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徐委员自容声明，对刚才表决与国民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第22条，民主进步党修正动议案表决结果：出席105人，赞成75人，反对30人，弃权0人，赞成者多数。做以下宣告：第22条照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通过。徐委员自容声明，对今天全部表决与国民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现在我们进行第23条。请宣读审查会通过及各修正动议条文。审查会通过第23条，本会应就业务执行现况与不当取得财产之调查进度，及时公布于行政院不当党产专属网站，并于每半年向立法院提出报告。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第23条，本会应就业务执行现况与不当取得财产之调查进度，及时公布于不当党产专属网站，并于每半年向立法院提出报告。
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第23条，本会应就业务执行现况与不当取得财产之调查进度，及时公布于监察院不当党产专属网站，并应每半年向立法院提出报告。宣读完毕。发言会第23条未有委员登记发言，我们现在要进行处理，现在进行表决，表决顺序依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二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三审查会通过条文，依序进行表决。如果其中有任何一案经表决通过，即不再进行其他提案之表决。现由民进党党团、时代力量党团提案要求本案记名表决。首先，我们来表决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赞成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表决结果：出席105人，赞成30人，反对72人，弃权3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不通过。现在我们继续表决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赞成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表决结果：出席105人，赞成75人，反对30人，弃权0人，赞成者多数。做以下宣告：第23条照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通过。现在继续处理第24条，请宣读审查会通过及各修正动议条文。审查会通过第24条，依本条例所取回或追征其价额之不当取得财产，本会应定时公告其清单，并接载于行政院网站。前项清单应包含该财产之名称、内容、取得方式、现状及其价额。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第24条，依本条例所取回或追征其价额之不当取得财产，本会应定期公告清单，并接载于不当党产专属网站。前项清单应包含该财产之名称、内容、取得方式、现状及其价额。
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第24条，依本条例所取回或追征其价额之不当取得财产，本会应定时公告其清单，并接载于监察院网站。前项清单应包含该财产之名称、内容、取得方式、现状及其价额。宣读完毕。报告委员会，第24条未有委员登记发言。我们现在要进行处理第24条。现在进行表决，表决顺序：一、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二、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三、审查会通过条文。依序进行表决，如果其中有任何一案经表决通过，即不再进行其他提案之表决。现有民进党党团、时代力量党团提案要求本案记名表决。首先表决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赞成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表决结果：出席104人，赞成29人，反对72人，弃权3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不通过。继续表决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赞成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审查表决结果：出席105人，赞成75人，反对30人，弃权0人，赞成者多数。奏以下宣告：第24条照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通过。现在继续进行第25条，请宣读审查会通过条文。第25条，依本条例所取回或追征其价额之不当取得财产，如原系政党或其附随组织自我国人民或于我国设立之法人或团体所取得者，原权利人或依法接收该权利之人，得于前条公告之日起1年内向本会申请回复权利。前项权利回复处分以原物返还为原则，不能依原物返还者给付相当之价额，但不得超过依本条例所实际取回或追征价额之财产价值。第
第一项申请回复权利之程序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由本会另定之。宣读完毕。报院会第25条未有委员登记发言，现在要进行处理。第25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问院会有异议？好，有异议，我们进行第25条之表决。现在表决审查会通过条文，民主进步党党团提案要求本案记名表决。现在表决审查会通过条文，赞成审查会条文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表决结果：出席105人，赞成75人，反对30人，弃权0人。赞成者多数。做以下宣告：第25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现在继续进行第4章，请宣读审查会通过章名。第4章法则宣读完毕。第4章未有委员登记发言，报告院会。现在要进行处理。第4章照审查会章名通过，请问院会有异议？好，有异议。现在我们就进行表决。民主进步党立法院党团提案要求本案记名表决。现在表决审查会通过章名，赞成审查会章名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第4章章名表决结果：出席105人，赞成75人，反对30人，弃权0人。赞成者多数。做以下宣告：第4章照审查会章名通过。现在继续进行第26条，请宣读审查会通过及各修正动议条文。
审查会通过第26条，政党附随组织或其受托管理人违反第8条第1项规定，逾期未申报者，处新台币50万元上250万元下罚锾，每逾10日得按次连续处罚，前项处罚已达5次者，其财产退定为不当取得之财产，依第6条规定处理之。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第26条，政党附随组织或其受托管理人违反第8条第1项或第5项规定，逾期未申报者，处新台币50万元以上250万元下罚锾，每逾10日得按次连续处罚，前项处罚已达5次者，其财产退定为不当取得之财产，依第6条规定处理之。时代力量党团修正动议第26条，政党附随组织或其受托管理人违反第8条第1项或第5项规定，逾期未申报者，处新台币1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罚锾，每逾10日得按次连续处罚，前项处罚已达5次者，其财产退定为不当取得之财产，依第6条规定处理之。宣读完毕。好，谢谢。那么第26条，现在请黄委员国昌发言，时间3分钟。黄委员国昌发言完毕后，截止发言登记。主席，还有本院各位委员，针对这个26条法则的修正啊，主要是配合着今天所通过第8条规定啊而相应提出的。那就第8条的部分啊，时代力量党团立场本来认为，审查会所通过的一般性的申报义务啊，以6个月，那政党的附随组织及其受托管理人受通知以后的特定性的申报义务2个月，时间已经足够。那不过既然之前第8条，经过大院多数委员修正为一般性的申报义务延长为1年。那特定性受通知以后的申报义务延长为4个月，也多数通过了。那时代力量表示尊重。那只不过说，相应着，既然在整个申报义务上面啊，期限啊已经延长，那为了要确保整个申报义务啊的履行，那希望各位同仁可以考虑，配合着第8条的修正，在26条啊的法则当中，随之啊予以提升。谢谢。谢谢黄委员，下一位请顾委员立雄。不发言。那么报案会针对第26条之发言，现在已经发言完毕，现在进行处理。我们现在进行表决，表决顺序：一、时代力量党团修正动议条文；二、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三、审查会通过条文，依序进行表决。如果其中有任何一案经表决通过，即不再进行其他提案之表决。现在有时代力量党团、民主进步党党团提案记名表决。首先，表决时代力量党团修正动议条文，赞成时代力量党团修正动议条文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陈委员，雪生声明对刚才表决与国民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
针对第26条时代力量修正动议，出席104人，赞成73人，反对30人，弃权1人，赞成者多数，做以下宣告：第26条照时代力量党团修正动议条文通过。现在继续进行第27条，请宣读审查会通过及修正动议条文。审查会通过第27条，政党附随组织或其受托管理人违反第9条第一项规定者，除该处分财产价值之一倍至三倍罚锾。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第27条，政党附随组织或其受托管理人违反第9条第一项规定者，除该处分财产价值之一倍至三倍罚锾。违反第9条第二项规定者，处新台币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锾，并得限期命其申报，届期不申报者，得按次连续处罚。宣读完毕。报院会第27条未有委员登记发言，我们现在要进行处理。现在进行表决第27条，表决顺序：一、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二、审查会通过条文。依序进行表决。如果其中有任何一案经表决通过，即不再进行其他提案之表决。现有民主进步党党团提案记名表决。首先表决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赞成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第27条，民主进步党党团修正动议，出席105人，赞成75人，反对30人，弃权0人，赞成者多数，做以下宣告：第27条照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通过。现在进行第28条，请宣读审查会通过条文。第28条，受调查之机关、构法人、团体或个人违反第12条规定者，处新台币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锾。宣读完毕。报告院会第28条未有委员登记，所以不发言。我们现在要进行处理。第28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问院会有意？有意。好。有异议，那我们现在就进行表决。民主进步党党团提案记名表决。现在表决审查会通过条文，赞成审查会条文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
第二十八条，表决结果：出席105人，赞成75人，反对30人，弃权0人。赞成者多数，做以下宣告：第二十八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现在进行第29条。请宣读审查会通过条文。第29条，对于本会之罚款处分不服者，得依法提起行政救济。宣读完毕。报员会第29条未有委员登记发言，我们现在要进行处理。第29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问院会有异？好，有异，我们就进行表决。现有民进党党团提案记名表决。我们现在表决第29条照审查会通过条文，赞成审查会条文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第29条，表决结果：出席105人，赞成75人，反对30人，弃权0人。赞成者多数，做以下宣告：第29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现在我们继续进行第5章，请宣读审查会通过章名。第5章负责宣读完毕。报员会第5章未有委员登记发言。我们现在要进行处理。第5章照审查会章名通过，请问院会有异？好，有异，我们现在进行表决。现有民主进步党立法院党团提案记名表决。我们现在表决审查会通过章名，赞成审查会章名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第5章表决结果：出席105人，赞成75人，反对30人，弃权0人。赞成者多数，做以下宣告：第5章照审查会章名通过。现在我们继续处理
第三十条，请宣读审查会通过条文。第三十条，依本条例所处职工法上金钱给付义务，经通知限期履行，届期未履行者，由本会或管理机关依法移送强制执行。依本条例应交付管理机关之财产，处分相对人未于处分书锁定期限履行者，由管理机关依法强制执行。宣读完毕。报告会第三十条未有委员登记发言，我们现在要进行处理。第三十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问院会有意？好，有意，我们现在进行处理。民主进步党立法院党团建议采记名表决。我们现在表决审查会通过条文，赞成审查会条文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第三十条，表决结果出席105人，赞成74人，反对31人，弃权0人。赞成者多数，做以下宣告：第三十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现在我们处理第31条，请宣读审查会通过条文。第31条、第15条锁定处分书送达生效后，应办理不动产登记者，由本会会同管理机关嘱托登记机关登记为国有、地方自治团体或原所有权人所有，得免提出原所有权状或他项权利证明书。前项规定与有价证券船舶航空器需办理登记者准用之。前条及前二项财产之执行及移转，免缴纳执行费、税捐及规费。宣读完毕。报告院会。第31条，未有委员登记发言，现在要进行处理。第31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问院会有意？好，有意，我们现在就来处理，进行表决。民主进步党立法院党团，请记名表决。那么我们现在表决审查会通过条文，赞成。审查会条文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李委员敬意声明，对刚才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第31条，
表决结果：出席105人，赞成75人，反对30人，弃权0人，赞成者多数。做以下宣告：第31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报院会，我们现在要来处理审查会决议。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第31条，亲民党党团委员叶宜君等委员、黄伟哲等委员、郑宝清等委员、陈廷辉等委员、郑运鹏等委员、高志鹏等委员、林俊宪等及委员赖瑞龙等分别提案第26条，均不予采纳。报告院会。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第31条，亲民党党团委员叶宜君等委员、黄伟哲等委员、郑宝清等委员、陈廷辉等委员、郑运鹏等委员、高志鹏等委员、林俊宪等及委员赖瑞龙等分别提案第26条，均不予采纳，照审查会意见通过。请问院会有异议？好，没有异议，我们宣啊，你们有异议，好，有异议，我们就进行表决。那么，民主进步党提案记名表决，我们现在表决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第31条，亲民党党团委员叶宜君等委员、黄伟哲等委员、郑宝清等委员、陈廷辉等委员、郑运鹏等委员、高志鹏等委员、林俊宪等及委员赖瑞龙等分别提案第26条，均不予采纳。现在开始表决，赞成审查会意见，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现在宣布表决结果：出席105人，赞成75人，反对0人，弃权30人。我们赞成者多数。我们做以下宣告：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第31条，亲民党党团委员叶宜君等委员、黄伟哲等委员、郑宝清等委员、陈廷辉等委员、郑运鹏等委员、高志鹏等委员、林俊宪等及委员赖瑞龙等分别提案第26条，均不予采纳。现在继续进行审查会决议，国民党党团提案第12条不予采纳。报告院会，国民党党团提案第12条不予采纳，照审查会意见通过。请问院会有异议？好，有异议。我们现在来进行表决，国民党党团提案第12条不予采纳。本案民主进步党立法院党团提请记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国民党党团提案第12条不予采纳案。
赞成审查会意见者请按赞成，反对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表决结果：出席105人，赞成75人，反对30人，弃权0人。赞成者多数。做以下宣告：国民党党团提案第12条不予采纳。我们现在处理审查会决议，国民党党团提案第13条不予采纳。报宴会，国民党党团提案第13条不予采纳，照审查会意见通过。请问院会由于好。由于我们现在就开始表决，那么本案，民主进步党立法院党团提案记名表决。我们现在表决国民党党团提案第13条不予采纳，赞成审查会意见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表决结果：出席105人，赞成75人，反对30人，弃权0人。赞成者多数。做以下宣告：国民党党团提案第13条不予采纳。现在我们继续处理审查会决议，国民党党团提案第14条不予采纳。报告院会，国民党党团提案第14条不予采纳，照审查会意见通过。请问院会有意？有意，我们就进行表决。民主进步党立法院党团提案记名表决。我们现在表决国民党党团提案第14条不予采纳，赞成审查会意见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
表决结果：出席105人，赞成75人，反对30人，弃权0人。赞成者多数，做以下宣告：国民党党团提案第14条不予采纳。我们现在继续进行审查会决议，国民党党团提案第15条不予采纳。报告院会，国民党党团提案第15条不予采纳，照审查会意见通过。请问院会有异？好，有异我们就进行表决。民主进步党立法院党团提案记名表决。我们现在表决国民党党团提案第15条不予采纳，赞成审查会意见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表决结果：出席104人，赞成75人，反对29人，弃权0人。赞成者多数，做以下宣告：国民党党团提案第15条不予采纳。现在继续处理国民党党团提案第16条不予采纳。报告院会，国民党党团提案第16条不予采纳，照审查会意见通过。请问院会有异？好，那有异我们就进行表决。现有。民主进步党立法院党团提案记名表决。我们现在表决国民党党团提案第16条不予采纳，赞成审查会意见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表决结果：出席105人，赞成75人，反对30人，弃权0人。赞成者多数，做以下宣告：国民党党团提案第16条不予采纳。现在继续进行第32条，请宣读审查会通过条文。第32条，依本条例所处之法环经限期缴纳，即其人不缴纳者，主管机关等于公职人员选举报名法第43条第6项规定，应拨给政党补助金款项内，尽予扣除抵充。宣读完毕。第32条，未有委员登记，不发言。报告院会，我们现在要进行处理。第32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问院会有异？好，由于我们
就进行第三十二条的表决。民主进步党立法院党团提案记名表决。我们现在表决审查会通过条文，赞成审查会条文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来，第三十二条表决结果：出席105人，赞成75人，反对30人，弃权0人。赞成者多数。做以下宣告：第三十二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现在我们继续进行第三十三条，请宣读审查会通过及修正动议条文。审查会通过第三十三条，本条例施行细则由行政院定之。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第三十三条，本条例施行细则由监察院定之。宣读完毕。报告院会，第三十三条未有委员登记发言，我们现在要进行处理。第三十三条现在进行表决，表决顺序依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二、审查会通过条文，依序进行表决。如果其中有任何一案经表决通过，即不再进行其他提案之表决。我们首先要表决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现有民主进步党立法院党团、时代力量立法院党团提案记名表决。现在进行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之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表决结果：出席105人，赞成30人，反对72人，弃权3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不通过。现在我们继续表决审查会通过条文。赞成审查会条文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
表决结果：出席105人，赞成75人，反对30人，弃权0人。赞成者多数。做以下宣告：第33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现在我们继续进行审查会决议。审查会决议哦，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第32条，亲民党党团委员叶宜君等，委员黄伟哲等，委员郑宝清等，委员陈廷飞等，委员郑运鹏等，委员高志鹏等，委员林俊宪等及委员赖瑞龙等，分别提案第27条，均不予采纳。报告院会，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第32条，亲民党党团委员叶宜君等，委员黄伟哲等，委员郑宝清等，委员陈廷飞等，委员郑运鹏等，委员高志鹏等，委员林俊宪等及委员赖瑞龙等，分别提案第27条，均不予采纳，照审查会意见通过。请问院会有异？好，有异，有异，我们就进行表决。现有民主进步党立法院党团提案记名表决。现在表决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第32条，亲民党党团委员叶宜君等，委员黄伟哲等，委员郑宝清等，委员陈廷飞等，委员郑运鹏等，委员高志鹏等，委员林俊宪等及委员赖瑞龙等，分别提案第27条，均不予采纳。赞成审查会意见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表决结果：出席105人，赞成75人，反对0人，弃权30人。赞成者多数。做以下宣告：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第32条，亲民党党团委员叶宜君等，委员黄伟哲等，委员郑宝清等，委员陈廷飞等，委员郑运鹏等，委员高志鹏等，委员林俊宪等及委员赖瑞龙等，分别提案第27条，均不予采纳。现在继续进行第34条，请宣读审查会通过及各修正动议条文。审查会通过第34条，本条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第34条，本条例自公布日施行。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第34条，本条例施行日期由监察院定之。宣读完毕。报告院会，第34条未有委员登记发言，我们现在要进行处理。第34条现在进行表决，表决顺序：一、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二、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三、审查会通过条文。依序进行表决，如果其中有任何一案经表决通过，即不再进行其他提案之表决。
民主进步党立法院党团、时代力量党团提案记名表决。首先表决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赞成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34条表决结果：出席103人，赞成73人，反对30人，弃权0人。赞成者多数。做以下宣告：第34条照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通过。全案经过二读。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分别提议继续进行删除，请问院会有异议？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政党及其附随处置不当取得财产处理条例第1章总则第1条，为调查及处理政党附随处置及其受托管理人不当取得之财产，建立政党公平竞争环境，健全民主政治，以落实转型正义，特制定本条例第2条。行政院设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本会，为本条例之主管机关，不受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基准法规定之限制。本会依法进行政党附随组织及其受托管理人不当取得财产之调查、返还追征权利回复及本条例所定之其他事项。第3条，本会对于政党附随组织及其受托管理人不当取得财产之处理，除本条例另有规定外，不适用其他法律有关权利行使期间之规定。第4条，本条例用词定义如下：一、政党指于中华民国76年7月15日前成立，并依动员戡乱时期人民团体法规定备案者；二、附随组织指独立存在而由政党实质控制其人事、财务或业务经营之法人、团体或机构，曾由政党实质控制其人事、财务或业务经营，且非以相当对价转让而脱离政党实质控制之法人、团体或机构。三、受托管理人只受前二款所称政党附随组织之委托而管理或受让财产而管理之第三人。四、不当取得财产指政党以违反政党本质或其他悖于民主法治原则之方式，使自己或其附随组织取得之财产。第5条，政党附随组织自中华民国34年8月15日起取得，或其自中华民国34年8月15日起交付、移转或登记于受托管理人，并于本条例公布日时尚存在之现有财产，除党费、政治现金、竞选经费之捐赠、竞选费用补助金及其孳息外，推定为不当取得之财产。政党附随组织自中华民国34年8月15日起，以无偿或交易时显不相当之对价取得之财产，除党费、政治现金、竞选经费之捐赠、竞选费用补助金及其孳息外，虽于本条例公布日已非政党附随组织或其受托管理人所有之财产，亦推定为不当取得之财产。
第六条，经本会认定属不当取得之财产，应命该政党附随组织受托管理人，或无正当理由与无偿或显不相当对价，自政党附随组织或其受托管理人取得或转得之人，于一定期间内移转为国有、地方自治团体或原所有权人所有，前项财产移转范围以移转实质现转利益为限，但以不相当对价取得者，应扣除取得该财产之对价。第一项规定之财产，如以移转他人而无法返还时，应就政党附随组织是其受托管理人或无正当理由以无偿或显不相当对价，自政党附随组织或其受托管理人取得或转得之人之其他财产追征其加额。第七条，善意第三人于前条应转为国有、地方自治团体或原所有权人所有，财产上存有之租赁权、地上权、抵押权或等权等权利，故因此而受影响。第二章，申报、调查及处理。第八条，政党附随组织其受托管理人应于本条例施行之日起一年内向本会申报下列财产：一、政党或附随组织自中华民国34年8月10日起至本条例公布日起所取得及其交付、移转或登记于受托管理人之现有财产；二、政党或附随组织于前款期间内取得或其交付、移转或登记于受托管理人之财产，但现已非政党附随组织或其受托管理人之财产，前项应申报之财产如下：一、不动产、船舶、汽车及航空器；二、一定金额以上之存款、外币、有价证券及其他具有相当价值之财产；三、一定金额以上之债权、债务及对于各种事业之投资，前项之一定金额及其他具有相当价值之财产，由本会公告之。第一项、第二项之申报，应载明财产之来源、种类、取得方式、取得日期、变动情形及其对价。如定有书面契约者，并应检附其契约等相关资料，其格式由本会定之。本会得主动调查认定政党之附随组织及其受托管理人，并通知其于受本会通知日起4个月内向本会申报第一项之财产。本会除受理第一项及前项之申报外，亦得主动调查政党附随组织或其受托管理人财产之来源、取得方式、取得日期、变动情形及其对价。第九条，依第五条第一项推定为不当取得之财产，自本条例公布之日起禁止处分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一、履行法定义务或其他正当理由；二、符合本会所定许可要件，并经本会决议同意，前项第一款所定情形，应于处分后3个月内制作清册报本会备查。第一项所定其他正当理由及许可要件，由本会另定之。第一项所定禁止处分之财产，如依法设有登记者，本会得主托该管登记机关办理限制登记，如系寄托或保管于金融机构之存款或有价证券，得通知金融机构冻结其账户；如系对他人之金权债权，得通知债务人向清偿地之法院提存所办理清偿提存，并应将该提存之事实呈报本会备查。非经本会同意，提存物受取权人不得领取。依本项所为之提存，顺清偿之效力，政党附随组织或其受托管理人违反第一项规定之处分行为，不生效力。关于第一项第一款之范围认定有争议或不符第一项第二款之决议者，利害关系人得于收受通知后30日内向本会申请复查。对于复查决定不符者，得于收受后2个月不变期间内提起行政诉讼。第十条，政党附随组织或其受托管理人依第八条规定应上报之财产，经本会调查认定有故意或重大过失隐匿、遗漏或对于重要事项为不实说明者，该财产推定为不当取得之财产，并依第六条规定处理。第十一条，本会之调查应恪遵正当法律程序，以符合比例原则之方式为之。本会之调查得为下列行为：一、向有关机关购调取卷宗及资料；一、得向税捐稽征机关调取财产所得、营业纳税等资料，不受税捐稽征法第33条规定之限制；二、要求法人团体或个人提供账册文件及其他必要之资料或证物；三、派员前往有关机关购团体或事业之所在地、事务所、营业所或其他场所或个人之住居所为必要之调查；四、以书面通知相关之人陈述意见，通知书中应记载询问目的、时间、地点，得否委托他人到场及不到场所生之效果；五、其他必要之调查方法，前项调查发现有与政党附随组织或其受托管理人财产之来源、取得方式相关之资料者，得为复制留存备份，必要时并得临时封存有关资料或证物，或吸取留置其全部或一部，但其封存、吸取或留置之范围及期间，以供调查、鉴定或其他为保全之目的所必要者为限；封存、吸取或留置
属于中央或地方机关购持有之资料或证物者，应经主管长官允许，但主管长官除有妨害重大国家利益之正当理由，不得拒绝吸取之资料或证物。原持有之机关购应交盖图章，并由调查人员发给收据。本会派员执行调查时，应出示有关执行职务之证明文件，其未出示者，受调查者得拒绝之。为执行本条之调查，本会于必要时得请各级政府机关或警察机关协助，并得委托会计师及其他专业人士协助调查、鉴价及查核相关资料。第十二条，受调查之机关、构法人、团体或个人，不得规避、拒绝或妨碍调查。第十三条，向本会提供政党、附属组织或其交付、已转或登记于受托管理人之财产所在、来源、取得方式或处分等相关资讯，并应有时本会发现并追回政党、附属组织或其交付、已转或登记于受托管理人隐匿、遗漏、申报之财产或不当取得财产者，本会得酌予奖励。本会对于举发人之身份应予保密，第一项奖励条件、方式及其他相关事项由本会另定之。第十四条，本会依第六条规定所为之处分，或第八条第五项就政党之附属组织及其受托管理人认定之处分，应经公开之听证程序。第十五条，调查结果应经本会委员会决议后作成处分书，处分书应载明下列事项：一、处分相对人之姓名、名称及地址；二、受调查之财产及其权利现状；三、财产处理方式之主旨、事实及理由；四、有付款者付款之内容；五、本会之名称；六、发文字号及年月日；七、不符本处分之救济方法、期间及其受理机关；前项第三款锁定财产处理方式之主旨，应依第六条规定记载应移转财产之种类、数量、追征价额、履行期间及受移转之对象。第一项之处分书应刊载于行政院公报及网站对外公告之。第十六条，不服本会经听证所为之处分者，得于处分书送达后二个月不变期间内提起行政诉讼。第十七条，主管机关未进行本条例锁定调查之相关事项，得订定调查程序办法。第三章组织。第十八条，本会至委员十一人至十三人，任期四年，由行政院院长派聘之，并指定其中一人为主任委员，一人为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或委员出缺时，行政院院长应于一个月内依前项程序派聘之，继任者就任其至原任期届满之日为止。委员中具有同一党籍者，不得超过委员总额三分之一，且单一性别之人数不得少于三分之一。本会主任委员特任对外代表本会。第十九条，本会至主任秘书一人，呈主任委员之命处理会务，并指挥监督所属人员至公众人员若干人办理本会幕僚作业。各相关机关并应指派专人负责协调联系事宜。为实现本条例之立法目的，于非委员会开会期间，如遇有迫切且应立即处理之事项，主任委员或其指定代理委员的于未逾越本会职权之必要范围内，采取紧急措施。本会组织规程由行政院定之。第二十条，本会委员应超出党派之外，依据法律公正独立行使职权，于任期中不得参与政党活动。违反前项规定者，经本会委员会议决议通过后，由行政院院长解除其职务。第二十一条，本会委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应由行政院院长予以免除或解除其职务：一、死亡或因罹患疾病之不能执行职务；二、辞职；三、受监护或辅助宣告尚未撤销；四、违法废止职务或其他失职行为；五、因刑事案件受羁押或经起诉。第二十二条，本会委员会议每月至少举行一次，必要时得召开临时会议，经由主任委员为主席。主任委员不可出席时，由副主任委员代理之。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均不可出席时，由其他委员互推一人为主席。开会时应有全体委员过半数之出席时得开会。会议之决议以出席委员过半数之同意为通过，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一、依第六条规定所为之决议，应有决定委员三分之以上出席，出席委员过半数同意；二、依第二十条第二项规定所为之决议，应有决定委员三分之以上出席，决定委员三分之以上同意。第二十三条，本会应就业务执行现况与不当取得财产之调查进度，及时公布于不当党产专属网站，并应每半年向立法院提出报告。第二十四条，依本条例所取回或追征其较额之不当取得财产，本会应定期公告清单，并接载于不当党产专属网站。前项清单应包含该财产之名称、内容、取得方式、现状及其价额。
第25条，依本条例所取会或追征其价而致不当取得财产，如原系政党或其附随组织自我国人民或与我国设立之法人或团体所取得者，原权利人或依法继受该权利之人，得于前条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向本会申请回复权利，前项权利回复处分以原物返还为原则，不能依原物返还者给付相当之价额，但不得超过依本条例所实际取回或追征价额之财产价值。第一项申请回复权利之程序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由本会另定之。第四章法则第26条，政党附随组织或其受托管理人违反第八条第一项或第五项规定，逾期未申报者，处新台币1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罚款，每逾10日得按次连续处罚，前项处罚已达5次者，其财产推定为不当取得之财产，依第六条规定处理之。第27条，政党附随组织或其受托管理人违反第9条第一项规定者，处该处分财产价值之1倍至3倍罚款，违反第9条第二项规定者，处新台币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并得限期命其申报，届期不申报者得按次连续处罚。第28条，受调查之机关、公务、法人、团体或个人违反第12条规定者，处新台币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第29条，对于本会之罚款处分不服者，得依法提起行政救济。第5章附则第30条，依本条例所处之公法上金钱给付义务，经通知限期履行，届期未履行者，由本会或管理机关依法移送强制执行。依本条例应交付管理机关之财产，处分相对人未于处分处所定期限履行者，由管理机关依法以强制执行。第31条，第15条所定处分书送达生效后，应办理不动产登记者，由本会会同管理机关嘱托登记机关登记为国有、地方自治团体或原所有权人所有，得免提出原所有权状或他项权利证明书。前项规定与有价证券船舶航空器需办理登记者准用之，前条及前二项财产之执行及移转，免缴纳执行费、税捐及规费。第32条，依本条例所处置罚款经限期缴纳，届期仍不缴纳者，主管机关得于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43条第6项规定，应拨给政党补助金款项内，尽予扣除抵充。第33条，本条例施行细则由行政院定之。第34条，本条例自公布日施行。宣读完毕。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无文字修正？好，没有文字修正。报告院会，现在有民进党党团依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11条规定，提请将本案全案付表决，现在进行全案表决。赞成照经过二读条文全案通过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全案表决结果，出席101人，赞成72人，反对29人，
弃权零人，赞成者多数，全案依照经过二读条文通过。我们做以下决议：不当党产处理条例草案名称修正为政党及其附属附随组织不当取得财产处理条例，并将条文修正通过。完成立法程序后，有我们几位委员登记发言。首先，请游委员美女发言。游委员美女，好，来。主席、苏院长，还有我们所有的同仁以及所有的媒体朋友，此时此刻是历史的时刻，也是人民等待这个时刻很久了。今天政党及其附随组织不当取得财产处理条例终于通过了，这是人民的胜利。我相信这是台湾民主政治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对于党产的批评跟检讨，民进党从1993年开始就已经在提出这不当党产的处理条例。这20余年来，经过民进党全党的上上下下，以及呢所有的人民社团的共同努力，让我们站在坚定的一个公平正义的立场上，主张国库通党库，所有这些的不当的党产都应该归零。今天终于把这样的一个财产、这样的条例通过了。我们都知道，不当党产是充满诱惑的魔戒，它不但影响台湾的政党政治跟民主政治的发展，对于国民党本身其实也是弊多一利。那今天国民党的党员认为说这是违法违宪，事实上，不当党产条例只是要让所有的政党都能够站在同样的基础上公平竞争。不再用金钱去影响整个一个选举，政党不当党产条例的通过，它是所有我们民进党以及所有的人民、所有的社团大家共同的努力。我们相信本法施行之后，受益的将是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所有的人民。不当党产条例通过了，人民期待这一刻已经很久了。那期待这样的一个法律能够真正的落实，我们民主转型的正义也正式启动。谢谢各位。谢谢游委员，下一位请 A 委员宜君不发言，下一位请顾委员立雄不发言，下一位请徐委员永明不发言。叫你讲是也唔免啦，应该是也唔免啦，啊，应该是也唔免啦，哎，你都别当副业啊，你搁提。报告院会，本日会议进行到此为止，明日7月26日。星期二上午9时继续开会，现在休息。